好，开始吧。啊，没关系。刚敲他就来一个不合格。这根本影响的，那我也是为什么还架着我妈来的？这没影响，那跟现场没影响的。包这样，包个上十包烟就开始放了。这个应该没有不合格吧？我们当一个飞掉了。当一个飞掉了，意外。自己有。他要。他放飞了就不合格了。不是，他要如果他要求的精度不高的就不要，那个不就扔掉了吗？掉了。